如果我今天哈，假如说我不是用这种方式串接，就是我们现在是一边，它 print 是说一边跑一边输出，一边跑一边输出。另外一种写法是什么呢？我在讲义里面放的哈，就是串接。那串接部分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我先不要输出，我是通通把它串在一起，等到最后一次再把它 print 出去，结果也会是一样的。哦，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哦，那这边到底改哪些地方？那这种写法比较适合，就未来如果你是做一些网站上面的输出的话，哦，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。那里面的做法其实大概我们来看一下啦，基本上归纳出几个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就先 产生一个字串的变数。哦，也许我叫 S，那我不是一边跑回圈一边输出哦，我是什么？一边跑回，先把它串在一起，一次输出。所以我 print 的话，我可以什么？S 等于 S 自己本身，再串接后面的东西，然后括弧把它拿掉，这样子哈、哦。也就是它原来没有东西嘛，那我就先把它们后面的东西，哎，把 END 这个也不用，因为它不是 print，我是先把这些东西。先放在那个 S 里面，好啊，format 没关，format 的时候也是字串，所以把它丢进去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这个是输出一个换行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样，在这边再加上 S 等于 S 本身再串接一个换行，那最后的话呢，我再一次性输出，啊，记得一次性输出是当它跑完了，当它也跑完了。所以记得哦，你的那个缩排一定是最前面，哦，最前面的话才是他们都跑完之后的话，再把什么，再把这个 S 一次输出，啊，这样的写法就用串接啊，两种方法我建议都要学会了，因为以后的环境哦，不确定说你只会一种，那你第二种你不会就完蛋了，OK 啊，不过你说不一样吗？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，只是说你可能串，然后再一次输出。哦，啊，这两种写法啊，反正都对，只是说可能用的地方不太一样。OK 哈，啊，做好之后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就把它直接输出。不过看到的结果应该也会一样才对啦。哎，对，有没有每一啊？对，二三四，哎，对，一模一样，有没有发现？哦，没有不一样，只是说呢，你用的方式，这个是用字串，串完之后再一次丢。所以它基本上 S 里面就一直放什么？放这些东西，最后呢再把它一次丢出去。OK 哈、哦，这应该可以理解了啊、哦。不过如果你一下没办法吸收啦，反正有空档的时间有没有？你再想想看，开一个空的 module，然后最好是可以从头写到尾。哦，最好哦，你现在不要用 copy 贴上，或者直接一边看着打，那一边看着打当然 OK，可是也有。如果考试或者你工作上哪个地方可以一边看着打哦，所以就是你要慢慢能够熟练啊。最后还有个地方可能注意一下，S 等于 S 做加的动作有没有？啊，我讲过，哎，刚刚不是什么加等于，对对，所以这边如果说你要改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改成加等于这样写法也 OK 啊。好啊，不过如果你不熟悉。写这样也 OK，两种都可以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你一定要至少要熟一种哦。如果你两个都不熟的话，那真的就麻烦；如果两个都各记一半，那就更麻烦了哈。是 OK，所以这个写法就等于 S 等于 S 自己本身串接后面的东西，再丢到前面去，加等于对的哈。所以这种写法，这种原来的写法哈，啊，它基本上就是哦。这个等于哈，特别注意哦，你千万不要一直混淆，因为很多同学看到这个等于就以为是计算完，前面计算完丢到后，就是丢到后面去算出结果，不对哦。这个等号基本上应该指的是把后面的东西赋予到前面去的意思哦。OK，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，以后比较不会一直 confuse，因为很多同学哦一直不习惯，因为受限于你以前所学的数学里面等号，你看到等于等号就等于。其实在这边应该，我觉得不能把它解释成等于啦，应该叫做赋予值啦，就是把后面的值丢到前面去的意思啦。OK，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？哦，那很多同学都一直
问同样的问题，说老师这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哈？我说你暂时哈，你要先放下，好，放下你以前的成见，你以前的成见一直在的话，你就学不好程式。哦，哎，果真他后来放下之后啊，他程式功力真的是马上就哦突飞猛进了，哦，所以其实哦，这个学程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你是要放下的，不要以为你都知道，你要先放空，你才有办法接收一些新的东西进来。OK， 你像等于是说你把自己先清空了，然后慢慢接受这些之后哈，你会发现其实哎写起来就会越来越有 feel 了。哦，怎么写？哎，其实怎么写都对，怎么写都对，哇，那就非常有成就感。那你会越来越喜欢它，好，哦，因为我就是曾经这种经验，我觉得哎，怎么越写越愉快，然后一时忘我，因为写到天亮都不知道，哇，天都亮。因为这种东西永远写不完的，程式你会想，哎，哪个地方可以再更好一点，再更好一点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。好，哦，哎，有些时候那更好想得出来，但不一定做得出来。对不对？那不一定做出来，你就要去试各种方法，然后可能要找各种，反正你全身想过的东西都要把它拿出来，哦，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把那个串接部分，哦，再练习。我刚刚是怎么样？我刚刚是拿这个先复制一个啦，因为如果我要保留旧的话，我通常会怎么做？就是把这个，哦，按右键 copy 一下，然后再把它贴上去，把这个 module 改个名称。拿这个怎么样？比如说九乘九，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串接之类，或者九乘九，底线二也可以的哈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拿这个打开它，拿这个来修改，哦，不然有时候如果你改完之后原来的东西不见的话，那就麻烦。这个有点像版本的管理，你可以好多个版本。哦，OK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